哦，起步差不多，哇，加油加油 ，Surprise！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姐，欢迎回频道。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停车模拟器 Car Parking Multiplayer。OK， 上一次有观众说啊，车子总共有五台，不过我仔细找了一下呢，好像没看到有新的那一台车子，有可能是这个版本呢跟大家的不太一样。那有人说我这一个呢算是一个破解版本啊，所以我在前面几台车子呢，我就找不到大家说那个 T 开头的那一台车子，所以呢可能要更新了之后才会。有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洗车场是旁边这一间嘛，对不对？我们还没去过，然后呢我们顺便改一下这一台 Supra， 这台好像叫 MK5 吧，对不对？也会来改一下它的数字，然后跟人家尬起来看看可不可以跑得快呢。各位观众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话，记得帮我按个赞，按个订阅，今天我们就来突破个1400个赞吧， Go Go！ 那我们接下来呢来领一下礼物吧，这个改版之后第一次领礼物，看可以拿到什么。哇，117000多啊！那在这一边哦，有一个 New Car， 我刚刚其实有进去过一次，但现在又进不了了。那里面有很多大家改完的车子，都卖这个金币的部分，有的都卖5000、1万什么的。那现在不晓得为什么进不去了。好，那我们就先进来改吧，把东西都先买一买，好不好？那这个套件的部分我们就不会再改了，那直接把引擎买到最高级的40万。我刚刚有刷了一下，所以基本真的耶，我其实不用刷哎。这个版本实在太神奇了，那我再买这个，真的哎，所以各位这个版本应该真的是破解版本啊，但是我不晓得他等一下线上会不会线上没有人，我不晓得，如果没有人我可能就会换回原本的版本了。好，改到这个 W16， 然后其他的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是你们留言的时候我才看到的哦。好，然后轮胎这边我们都买一买，哇，买完，其实我不用，我刚才在那边刷第一关呢，我现在根本不用刷了，我直接这样子买就可以了，马上致富。买东西还可以赚钱呢、啊、，OK， 好，那基本上这样应该没问题了。195P2254mm， 好 ，OK， 接下来是我们要调这个 COG， 我们这个就不动，就直接到最下面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是悬吊的部分，第一个这个我们不动，然后这个我们把它拉到 S 跟 T 之间，大概这样子。我觉得它现在连这拉这个都变得很好拉、欸，以前拉都会 KK。好，那轮子的部分我们不拉，因为我们的车子如果再拉的话呢，会变得轮子太里面这样子。然后这个我们把它拉到 N 跟 C 之间，有点稍微往外翘一点点，这里维持33。OK， 那 Gearbox 我有两组，我们先用第一组看看，看哪一组快我们就用哪一组，待会再去尬掐。这个我们把它调到 3.12 1.70 1.05 0.75 0.55 0.30 0.15 0.04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组数字。走吧，那我们就直接进单人的来测一下速度的部分。 Highway Go Go， 没有油了，顺便加个油。哇、哦、改完之后真的差很多，那个速度怎么快那么多啊。好，来先加个油，然后我们要记得把那个这个都关掉哈，记得要关掉，然后一样留 AWD 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轮子应该再推出来一点点，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套件真的是很大呀，哇，光听这个声浪就觉得很衰了，是吧？好快哦，加速超快，已经突破我们上次的速度了。我记得我们上次的速度是191嘛，没有改之前最快191。那现在就来看看整个直线可以达到多少，来准备咯。3, 2, 1, go！ 而且不会打滑、欸。然后上一次呢，我不是说油门卡卡的嘛，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好像用的太下面，我不晓得这样居然会有关系啊。哦，一瞬间已经突破我们上次的100多嘞、欸，现在要300多了，时速很快啊。我觉得550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我反应，速度还是持续的往上升。好了，我们来到隧道啦。486，看来没机会，但是它的速度还是有在持续上去。487差不多了，哇，好痛好痛好痛！好，我们进线上比一下吧。各位，你看我进来了，我刚刚想说再按一下 New Car 可不可以进来，真的进来了。奥迪 R8 有没有？你看它这个卖5000呢，5000金币哎。这自己改都不用那么多吧，对不对？好，下一台这个是那个我们之前有买嘛，我们改成那个救护车那个，它这个轮框是蛮好看的，不过要10000呢，哇、哦，好贵。好，然后还有这一台，这什么？劳斯莱斯吗？也是10000金币哦。
改这么丑，谁要买、啊、？OK， GTR 机车全白搭配这个贴图，这样子也是10000啦、啊，好贵。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进啊，但是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卡档了，好吧？那我们再推出去吧。各位，好了，跟大家说一件不幸的事情哦，我的账号掉到百人，而且我也储存了，所以来不及回到千了，我只好重新呢再创一个账号，那个账号就当做不见了吧。那我们只好再重新买一台车，好不容易又刷到180几万，好，我们来买一下车子吧。那我们一样把它改回跟刚刚一模一样的啦齁。这一台新的哎、欸、真的出来了。这里齁、哦、就是这一台齁、哦、第五台更新的车子就是这一台了。85000非常便宜，哎 ,Supra, 920000买起来。那这些套件我们都先买一买齁、哦。啊哥，我还要花160解锁我们的引擎。160, 我等一下还要买 CB 耶，对不对？因为我们没办法换那些套件了，身上又变穷鬼了，轮胎这些都买一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把外观也改一改吧。好，我们花290买1000吧。我呢今天花了450块。QQ 啊，来吧，改起来啊，不够快我会惨的啊。这样子我们终于又恢复到一台新的 Supra， 我们又可以继续得到网路嘎恰了啊，不然进百人府超可怕的，全部都是秒车啊。那之前有我好友的那些人呢，就记得帮我把它删掉，跟这个小钢炮尬一下好了。小钢炮尬恰吧。哦，大家都不尬，大家都不喜欢尬恰啊。警车警车警车尬恰，准备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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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有没有机会赢那一台啊？那一台不晓得什么，不晓得。速度应该可以吧？速度应该可以吧？速度83不错哎、欸。我们是8秒78，400呢跑了8秒78，其实算慢的啦，我觉得。不过还是赢了刚刚那一台。然后我们的极速最多来到487，我们就来看看第二组数字会不会更快一点点。Go！ 好了，我们再度回来我们的修车间，再调整一下。其他这个 suspension 跟 COG 这个呢，我们都不改，我们只改 gearbox 就好。这个是 2.87、2.81、1.55、0.85、0.68、0.45、0.29、0.15。OK， 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数字。那我们一样直接先去我们的单人模式试试看速度跑起来极限可以到多少。Let's go， 准备喽 ，3、2、1，Let's go！ 大脚一吹118，可以可以可以。嚯，有没有？再换一档已经200多了。但是这台呢，感觉会比较容易偏一点点。但是真的很快，你看已经快要400了。400了，很快呢。嚯，这组数字更强，450了。好，各位，我们要进隧道了。各位，看来这组强多了，500突破了。我们轮子呢，有把它再改出来一点点，这样看起来呢，比较不会那么怪哦。520级了。哎，打了那个，刚刚那个了，差点撞车，540了。545，哇，引擎坏了，哇，我整个前面的车壳都坏掉哎、欸，这次损坏系统做的比较好哦。好，各位，那我们再度进去线上吧。哦，终于是千人服了，尬掐了，冰叉掐 ，OK， 失明又通血。那我刚刚也没有烧胎啊，所以这一次我也不烧胎了哈、哦。准备了 ，3、2、1，Let's go！ 哇、哦，起步差不多、哦，哇，加油加油 ，Supra！拉开距，刚刚是283嘛，看这次可以多快，286，不错嘛，有进步一点点，842而已。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看一下那个洗车场，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嘛。有观众说是在沙漠，在那边如果弄沙弄脏之后，我们还可以去洗车，所以我们去那边洗洗看。各位，我找到洗车的了，在旁边这里。那我们在这边稍微弄脏一下好了。哎呦喂，真的会变脏哎、欸，哇塞，再弄脏一点。所以我还会有那个距离尺哎、欸，我这台是前驱，所以那个招胎超难烧的，不错哦，甩起来。原来这台是甩尾神车啊 ，Supra 甩尾神车，直线也快，甩尾也不赖，好不好？看看洗完车，车子会不会变得非常的漂亮啊、哦？整个这些钣金啊都已经沾满了沙子了，我们就来洗洗看，会不会有动画呢？哇，有动画的，哦，有扣钱吗？我也不晓得，然后再从这边出去吗？真的耶，自动门哎，算蛮顺的哈。洗完车子如何？清洁溜溜，
只是刚刚前面有撞到。OK 啦，各位观众，那我们今天的 Car Parking 呢，就先玩到这边哦。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变成新的账号了，那没关系，车子我们之后就在慢慢的累积小钢炮啊哦。好，各位观众，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按个订阅，也别忘记我们的1400个赞吧。我们就下次 Car Parking 再见了，大家拜拜。